怎么了？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被困在这儿的？是两位女士发现了你们放出的无人机，报告给了救援队。就那两位。雪冬啊，赶紧先上车吧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行，走走走，雪冬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哎，走了，快上车，慢点，慢点啊！谢谢。他来了。太感谢你了，我的大儿子。爸爸，怎么了？是个小天才啊。爸爸，嗯，明天我们能回家吗？放心吧，爸爸一定会带你回家。嗯，爸爸，你在干什么？爸爸之前不是给这个无人机装了一个音乐播放器吗？刚才爸爸把我们所在地址还有发生的状况都录下来了，只要有人发现了，就可以找到我们过来救我们。嗯。我们是缥缈山云顶酒店的客人，寻找出路。希望收到这个信息的人能够向我们提供救援。那真得快点了，水跟食物都没了。多柏树，附近有一条小河，应该是西南向。嗯，那是谁啊？最后一口水在你嘴里。哎，试一不管怎么样，半天之内，我们必须要找到下山的路了。准备一下，收拾，出发吧。来吧，赶紧收拾吧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往哪边啊？这边。这树林可真是邪门啊！啊，看着也不大呀，怎么就是走不出去呢？啊，方向不对呗。现在想起来是个腰子了，三十个肉串吃个半斤，还来一箱冰镇啤酒啊！你可别说了，你这是出幻觉了吧你？哎，咱们哥四个什么时候放弃过？难道说这就是咱们的终点吗？哎，别说这些丧气话，还有希望呢。对呀，咱们接着走，走个三天三夜，也要走出去，啊？听到什么声音？啊！哎，我们在这儿！哎，在这儿了！喂喂喂，这里！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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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快快快！
本台消息，近日被困在缥缈山的五位驴友，经过森林消防救援队不懈努力的搜索，终于找到。据悉，受困人员虽身体状态疲惫，但均没有生命危险。在这儿奉劝广大市民，初冬时节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尤其不要进入没有开发的野山郊区进行游玩。你不能死，你怎么能死了呢？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我去，出去玩了一趟，我怎么说不出话了？你不能死，浑身剩下怎么都动不了了？不就膝盖受损吗？你要是死了，金刚，难道我成植物人了？你兄弟们怎么办？那我怎么办呀？不要哭了。行了。嗯，怎么干净了？嗨，这晾晾就干了，这臭。金刚呢？金刚没事，先被他姥姥姥爷接回家了。看来咱兄弟们可以一起喝冰镇啤酒了。哎，你先别想着冰镇啤酒的事儿了。不是你刚说别哭了，谁别哭了？谁没有啊？哎，冰镇啤酒，你是暂时喝不上了。北平说了啊，你得留下观察三天，得做个全身的检查，别可留下后遗症。哎，慢点，没那么严重，没事。那个谁，许多，他没跟咱们来。哎呀，不过我是怎么也没想到，这次是因为他。怎么了？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被困在这儿的？是两位女士发现了你们放出的无人机，报告给了救援队。就那两位。许多，赶紧先上车吧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先走走走走，小心点。哎，走了，快上车，慢点啊！谢谢。他来了。